有。2020，这是我一个韩粉朋友的自白，讲述他如何从钢铁韩粉觉醒的故事。我是一个韩粉没错，不过当初觉得成全没有不有，但又老又穷，听太多脑波就太弱，想说换人做也不错，期待赛车赛马赌场迪士尼，奇怪的摩天轮石油不质疑，一再说任达华阿诺不怀疑，连漫威都找韩总死心，我爱你。再加上我每天一回家长辈整天骂，讲的再偏差跟风是解答，韩总很对啊，民进党又不是你爸，为何都投给他？1450太多抹黑加丑化，翻白眼被拆偷，冲山量做法下城市不独败是有余后火大，别再这样说他，他啥都没错啊。我钢铁韩粉现在要出征，你钢铁韩粉现在要出征，我大韩粉们现在要出征，韩粉快乐就是这么朴实无华而且枯燥。我钢铁韩粉现在要出征，你钢铁韩粉现在要出征，我大韩粉们现在要出征，韩粉快乐就是这么朴实无华而且枯燥。我医院咨询他全都不回答，没兑现的说明白纸黑字写下街，大外宾迟到然后自打嘴巴醉，这还送自己签名球给恰恰，加上不单人吃面包就很 happy 的誓言，以及凤凰飞走进来一堆鸡等字眼，塞子其实更智障，民调高的痔疮事件，好我有没有痔疮介于有还没有之间，陪着他又借着加免费有血超灰的货，觉得同样规则手法还是到底为何，好在我学会了分辨他是否说谎，你试着注意他的嘴唇，试着在动的时候就试着吃着小英姐道歉，人家这才在道歉，韩总被考验只会说卡韩抱怨，狂打北漂连市长也北漂无言，我清醒的一只穿云箭市长便不见。他乡新生代现金全破袋，各自都很穷但都不实在，高雄发大财韩家放起来，钢铁韩粉快点醒来，钢铁韩粉快点醒来。他乡新生代现金全破袋，各自都很穷但都不实在，高雄发大财韩家放起来，钢铁韩粉快点醒来，钢铁韩粉快点醒来。苦命讲这些一定会中箭，无情韩粉追杀不会收敛，不平韩粉会将敌人攻陷，不信自己看这首歌留言，你指出错误和期许不听取，韩粉还会认定你 DPP 被告还出征集齐有毅力，吼吼吼吼吼七七七七七，有名嘴就真的告韩粉，名嘴还被枪说会有报应的，结果报应是韩粉赔钱，那名嘴全家免费由日本当补偿，再加上夫妻为瑞士德国海参等了阿联酋三五三，哈哈，我敢讲这些也就敢接受韩粉毒毒，但出征前请搞清楚现政无限毒物，况且这我朋友故事我只是在转述，哈尼我朋友是谁，他名字叫三 Q。我亲人，你要讲偌久？